妈有办法救小五妹妹。现在妈妈先解除小五妹妹的封印，然后再把小五妹妹的伤口恢复。小雪，我们赶紧回武魂殿，小五妹妹的时间不多了。好的，妈妈。怎么会这样？妈妈，小五姐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狗头能量太少了，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的。现在妈妈要多吸收一些狗头能量，才能救小五妹妹。比比东姐姐，谢谢你救了小五。小五妹妹，现在看到你没事，我们就放心了。